先生不出，苍生无救。刘备恳请先生，先生，刘备叩求先生。主公，诸葛亮愿效犬马之劳。先生，先生，您真要走了吗？那阿三怎么办？好生看管家园，我攻城之后定当归隐。阿三知道了。义德兄弟，别忘了欠我一座草堂。哎，你若助我哥哥得了天下，我给你盖一座800里大的草堂子。一言为定，一言为定。请走。这一刻起，历史发生了巨变，隆中对成为千古名典，孔明未出茅庐已定三分天下。孔明先生15年静观天下不为所动，今日终于得其主，出深山了。孔明虽得其主，不得其时啊。细哉细哉。